选我当人大代表。李书记，人大代表是啥？简单的说，人大代表就是代表人民群众。咱山西一共24名代表，你是其中的一位。这个月15号，北京要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，你要和他们一起去北京开会。让他们去吧，我不去。这该秋收了，我离不开。哎呀，秋收别人可以代替，开人民代表大会谁也替不了你。人大代表，你以为谁想当就能当上呢？这人大代表到底咋个代表法？来，你啊，先看看这个。申纪兰，啊，这都是给我的信啊！当然了，自从报上登了你带头开展男女同工同酬，你在全国啊就出了名了。这群众纷纷给你写信，有一些啊是写给你本人的，有一些写给县委县政府的。咱们这里山路多，邮政不方便，所以我都给你攒起来，正好这一次都给你。这信上都写的甚啊！你回去啊，自己好好看看，一定会有很多体会的。你刚才不是提了一个问题吗？人大代表咋个代表法？我相信答案一定在这些群众的信里。